可以要求什么？我们今天是本来就很多最专业的，大家学生活了吗？云南欢迎你，云南欢迎你，高原儿女在一起，相爱相依。今年在外面出差也多，所以说过年一定要回家陪陪老人，陪陪老人，陪陪家人啊，做做菜。对啊，虽然做的厨艺没有阿昭好，没有没有。我就是景博组，讲到这个就会很兴奋。过年之后就马上就是那个木脑粽歌节，可以来木脑粽歌节上吃那个蚂蚁蛋，对，蚂蚁蛋拌那个过手米线，过手米线，绿叶宴，鬼鸡，对对啊，呼吸饭，对，还有很多那个是山里面那个原生态的葱菜，对，葱菜是特别好，特别阿昭他也自己会做，对啊，我经常做给五哥吃那个过手米线，傻红老师也是，欢迎呢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，能到德宏啊，到我们云南。来找我们玩，到陇川来过年，来赶木脑粽歌节。今年我们也是非常有幸能够上到云南春晚，所以呢，也希望朋友们一起锁定云南卫视，一起看云南春晚。新春快乐！新春快乐！新春快乐！